地方，你可以看到隧道里面非常的黑，有蝙蝠哎、欸，我就先在这个门口自拍一张看看，有声音有声音，应该是什么虫之类的，因为现在还是哎、欸，里面转转，我确定是里面转转，我保证。不行不行，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。我刚回来走上这个楼梯的时候，我刚刚这手套我吓死了。我刚刚的视野是这样，抖一抖，抬头，呜、哦，现在是反正就庆幸我回来了。哇，蛛网，哇，这个里面网蛛，哇，长太高也是一个坏处。大家好，我回来了。不知道我刚刚的摄影机画面有没有拍到什么？唯一奇怪的就是洞穴里面类似脚步声的声音，其他我是没有什么感觉。不然现在时间9点多，也还没有特别的晚，不然我就来检查一下摄影机画面有没有拍到什么东西。对，大家好，我刚刚坐在这里，然后看风景的时候，结果看到了这个东西。对，而且我觉得后面真的很毛，感觉一直有人在跟着我的感觉。我靠，差点跌倒！我靠。差点跌倒，我靠！我不知道那个是那三个人其中一个吗？除了他们三个之外，应该不是别人。但是他们三个，我去说他们又在我后面，说那里有什么小径。就是因为刚刚拍到这个奇怪的东西，我蛮好奇说那个时候出现脚步声，刚好是我拿出Linda的时候，对，它变秃头了。我就拿着Linda，对，不知道他的人应该知道，对，有的人应该知道他是。要重现一下我当时猛鬼饭店的那个时候，用这些摄影机测录看看到底今天能不能拍到一些什么东西。我们说为了重现经典，目前感觉因为都还好，对吧？现在时间过了差不多15分钟，他们也都完全没有任何的异状。要把它打开吗？你先不要好了，你就先看看会不会怎么样。大家现在已经12点多，他们两个现在完全没有什么任何的动静，我就先去洗澡，然后我看一只蚱蜢，等下去处理一下，洗完澡就准备睡。OK。
动了，还是动了？他脚有跳上来吗？我也不知道，到底有没有怎么样？就直接睡吧。我今天不知道我要做这些事，因为我以为今天我只要去睡到而已。我不知道这些手机什么时候没电，那我就睡，睡到它没电为止。那好吧。对，大家好，现在是起来的早晨，看一下刚刚我的这台相机原本是放在那边，它已经没电了，然后其余我没有看到什么变化，就是接娃娃到地上，它原本是在那里，那我觉得应该是我爸爸睡过来，外面就没什么变化。那我呢换了件衣服，相机一台到了，一台没电的吧，然后包括呢只停停的追呢，那应该是没有什么状况啊，我就回去看一下摄影机有没有录到什么东西。OK， 各位，我们今天饭店先到这了，回家见，拜。OK， 又是我们后续感的时间了。这次去阿里山后面的片段呢，回来检查是没有发生什么其他的事情。不过我又再三确认了一下，我发现后面拍到那个人的确跟那三个登山客有一点不一样，但可能真的是后面有什么小径，刚好有另外一个登山客他要回去，又跟在我后面被我拍到吧。至于电视他自己关起来的那一幕呢，刚好是在我开门的那一刹那，也有可能是开门那个时候触动了什么开关、电线短路之类的，才造成了这个现象，所以是没有那么的奇怪。毕竟做了那么多集的网友投稿，这个世界是很贵，哪有那么容易被拍到，对吧？那 OK， 我们今天阿里山影片就要这样，如果你频道的话，可以帮我订阅一下，谢谢大家，我是王狗，下次见，拜。